死，也不怨你饿死，你怎么自私？不是我饿死，你就没有，你就没有订阅啦，对不对？我要先活着，你才有吧？啊，对啊，好像也没有不一样哎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好烦哦，我把那些音效关掉好了啦，只留那个，只留星星跟支持。天哪，你那个测试一下50颗，一下500颗，一下1000颗。观众都好有钱，没有，他是那个杰克那边的观众。那他现在在我这边已经没有有钱的兔崽子了。M 啊 ，M 已经不在啦、啊，他已经退坑很久了。他还是有来看你的台，上次有看啊，昨天就有啊。他昨天有来吗？我看他昨天有来、啊，还是前天我忘了。他是没打字。他昨天有。对啊，因为我看不到有谁来啊。哦，我因为我刚是好友，说我看得到他进。对啊，好友看得到啊，可是我的那个 OBS 看不到有谁来啊。除非他按赞，你才看得到，对不对？按赞我也看不到啊。按赞。都被我榨干了，哪有？哎、欸，1200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1000星星多少钱？不多。对啊，那只是，我就觉得这只是显示的爽感而已，有没有？那让人家以为你真的抖了1000块。600块？没有那么。几百？600。1600块？600。什么600？我说1000星星多少？600。差不多600、欸，那很多呢、欸。你有那么多吗？没有吧。我这边看530颗星星，310啊。你用手机看还是电脑看？那两个有差哦。手机的看起来比较贵。是因为用 Apple 看吗？我的是安卓。那你3500颗星星，你花了多少台币？我去跟杰克说，叫他还你。因为电脑看2235颗，它763。欸，好多，你还是省一点啦，这个金额我有点怕。因为我对啊，你抖太，我是一个，对啊，我们有在赚钱，知道钱不好赚，你的心意我明白。但我真的是怕，像你看秀秀说他会饿死，我是相信他是骗我的啦，他怎么可能饿死？长得白白胖胖的，怎么可能饿死？干嘛这样？怎样？你就只会说谎。我哪有？你哪里瘦？你哪里饿死？你就算饿死，你还是很胖，不是很胖？对不起，还是长。看起来很可爱，很好啊，都这样、啊。等一下啦，没有没有机会。说那你会砸？你是说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我就说，哎、欸，杰克，你刚刚那个捷运跑来这边砸了600多块钱，你要不要还他钱？然后你就会去砸他更多钱吗？好，去跟他说。等一下，阿米狗就跟他讲。明锅龙，手机的真的好贵哦。这样你开始打了吗？我跟你说，我要打这个。好，你去吧。我差了1.5倍啊。对吧？差很多吧？很夸张，手机的跟电脑的差很多。你是赚钱赚到没时间花？哇，这个发言，来，妈，我还这边还是愿意让你花啦，这样可以吗？哎、欸，不是，我觉得你还是直接汇款给我好了，那我就在荧幕上面写个大干爹。给了多少不好说，这样子，比如像这样子，我就这样打，属性，
本月大干爹，多一堆错字，我的天啊！捷云又错字，天啊！金额我不好说，我的妈！像这样子，就永远标在这边了。只是剪精华的话，我不好剪而已。反正这里也剪不进去啊。嗯，不是啊，我还要换游戏啊，白痴哦。哦。像这样子。什么欧付宝连接？我记得欧付宝也是会扣手续费啊。你那个，而且它是扣趴数的，不是吗？对。对啊，你银行转银行的话，只是扣多少？六块还是30块？六块吧。同一家就不会啊。对啊，同一家不会啊。不要啦，我好怕哦、喔，对不起。对不起。虽然可能嘴巴是讲，心里很想要，但是真的不要啦。不要，我比较想要就是你跟我像买商品，然后商品我们就是。怎么讲？你给我钱，但是我给你商品，或是我们有互相给到对方什么的。像可能你给我钱，你是买我的快乐，那我很快乐，没有错。我在讲什么？等一下我好难讲哦。因为我懂那种你支持他，然后会给他一笔钱那种想法，那种感觉。只是。换作今天是我的话，哦，你现在找那个嘛，你去最高点去找麒麟家啊。今天换作是我真的要被人家赞助，我就开始觉得感觉好奇怪、哦。你现在干嘛、啊？跟着导去12号营地，我不是说去麒麟的家吗？麒麟的家在哪？最高点，你没去过吗？没有。你是白痴哦、喔！你到底怎么活过来的啊 ？CWT 你没时间去，但虾皮呀、啊？哦，对啊，可是虾皮他要买什么、啊？虾皮 CWT 的商品都在上面。你怎么会没去过？你都没有走到最。高处去过吗？一定有啊！那边可是很多气虫可以荡来荡去，到底干嘛走来走去，突然停下来啦？我看好气哦、喔。我在关麦。哦。灭金龙摸一下。我的影片片尾，你看得很爽。我本来这次片尾也要用那个团团的还是谁的？不走这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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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这，他骗你！这里是哪里啊？你回头，你回头，哦这边也可以啊，对不起。我想说要带你去另外一个神秘的空间。哪？哎、欸？你看就是这里啊！回去，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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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。哎呦，这边是你之后爬文会找到的地方。这边有一个好像采集的东西需要来这边。哦，我说爬一爬怎么突然掉下去？会不会是掉了？也不是这样讲呢、欸，要怎么说？什么东西？没有啊，我是说关于赞助这件事情，因为很多反正就是。就是，就可能你看，你抬头你是低能，你回去，给我爬气虫，头上有气虫，头上有气虫，抬头，头上，这里，不然那是什么？抓这只，对，哦，抓完之后还有另外一只哦，在比较远的地方，好，右转。抬头啦！你气虫在地上有啦，这是哪里啊？哦、算了，不想教你，好累啊、哦！哎、欸，怎么这样？我就是这样，怎样？我就是这种人。
哎，怎么在这里啊？难怪哦，在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，对对对对，在那里。然后左边，这个才是。哦，好，没有我不知道方向。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头上就好，头上就好，你头上，你头上，你头上就有了，走吧。然后右边对那个那一只荡过去再抓，荡过去你哎、欸，我真的很想荧幕分享你在干什么哎、欸，一定很刺激，大家都会在荧幕前面，虽然看不懂你在干嘛，也会跟着我一起骂你。然后有没有看到上面、嗯、前面那个再荡过去？对，往前荡，嘿，感谢爹爹哎、欸，你换头像，感谢爹爹的100颗星星。还有吗？没了啦，往上爬，往上爬。然后刚刚算一下捷运给我多少钱。刚刚感谢老居嘛，25个星星。然后捷运是靠3550颗星星，好多的嘛。而且他又不是只有今天才抖这样，啊、他前面也很夸张。你要听他总共抖了多少吗？可以看吗？我可以看啊。哦。对不起，我现在看不到，等下我重整。我觉得有万，没有那么多啦。那5000，没有那么少了，也大概1000块而已。哎、欸，好像有哎、欸，他刚刚抖那一笔，有了。对啊。他刚好10000，对吧？哎呦，你是刚好算好的，是不是？他哎、欸，你怎么现在才触发？还剩10分钟，怕打不完啊。我正跟观众聊天呢，你等一下叫猫子他们陪你玩。哦，你原本是要进来帮我哦，好哦。算了啦。我刚原本以为你们是要放我一个人，独自面对这个人。怎么可能？你还有节操、nice 跟猫子在。嗯。我剩10分钟。哦，你也是哦，我也是剩10分钟啊。看一下哦，真的啊，我后台显示你之前是抖了6600多块钱，清新呐，不是块钱呐、啊，6000多块钱，我吓死了。啊，主要是之前有一个观念，还有就是这个观念又扭曲掉了。人家不是会那个出去都是 AA 制嘛，男女这样子 AA 制，就是你付你的，我付我的。可是一些男生就觉得说啊，这顿我请是应该的，理所当然的这样子。可能女方会觉得说她不想要，她觉得 AA 制比较好。但是男生又觉得说这小钱又不算什么，可能这样子。换作是我请女生吃饭，或是请谁吃饭，我也觉得。这还 OK 啊，我出得起啊，那种感觉。但是又会觉得说，很多人都说，嗯，就常常爆发，就是干爹给实况组钱，就是为了想要点什么啊？那是女方呢，就感觉说，人家给你钱就是要回馈什么之类的，而不是说你是赞助他，感觉你就是要买他的什么东西一样。那种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观念就被扭曲掉了。等一下，10000颗星星啊！你要干嘛？我到去带那个孙旭师傅，就回帐篷啊，12号营地啊，就在上面而已啊。结束游戏。你在干嘛？你地图打开，你是没有12号营地是不是？12号有啊。那你就直接打开地图，飞12号营地就好了。你还用走回去的？打开地图，点12号营地，就到了。想说自己爬咪？啊，你重来去爬。不要，我回来。妈，这人都鸡掰啊！我。就是鸡掰，怎样？对不对？我就鸡掰。
你先进帐篷再出来，应该说你先进帐篷把你的那个道具领出来，看看有没有变，这样才是。再来看一下麦块。我变回来了，没事了。对啊，是这样子啊。我以为女生付钱是正常的，不是吧？出去吃饭，女生付钱才不正常吧？你是啊，你的状况可能是这样子啦。不是啊，哎、欸，就我问你哦、喔，你跟你男朋友出去吃饭，你付钱是正常的行为，还是他付钱是正常的行为？如果没钱找开我，我先付没差，但是。没有，就你付钱而已。他不管有没有钱，就是你付钱。不会啊，我一定 AA。你 AA 啊、哦？嗯，我是 AA 主义。嗯。但是如果就是之后，我们还有可能就是继续吃饭啊，或是干嘛的，就可以这一顿我请，但是下一顿你换你。可是这样很烂呢、欸？你看，你今天这一顿吃牛排，下一顿吃卤肉饭。当然是吃等值的东西，怎么可能让你这一餐吃卤肉饭，下一餐吃牛排啊？那顶多他请你吃十碗卤肉饭嘛？干嘛又骂他神经病是不是？对啊，有事吗？不是啊，怎么说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没有，我觉得应该说。你说，就是你那个等差不多的等就可以，不用到一定要完全等。就是你很坚持牛排，那你下一餐可能吃个那种高级餐厅就是对了，就是价钱有差不多就可以了，不用真的一分一毫都计较回来啊。至少我这样了，三千五还好，我也觉得，突然想想三千五好像真的还好，怎么办？明明拿别人的钱，但是觉得你看，你刻个两三单，三千五就没了。我本来想说，因为最近那个什么，怪物弹珠有那个鬼灭之刃的活动嘛，活动角色。我想说，我到前天才好不容易，就是每天登录拿一颗那个钻石，拿到50个，然后就当天是那个谁，义勇的那个加倍，就还真的抽到了，然后隔天就出现是蝴蝶忍加倍，我就干，在干嘛、啊？然后就想说，好啦，磕磕死单看看，看了一下，我不是死单一单，哇，一单就要600多块钱呢、欸，我就觉得。算便宜吗？然后后来想想，好像算便宜，因为之前玩那个子母，一单要1200，哎，怎么会掉下来？不对啊，哦，所以这样盖真的有问题。对，哎，而我的机器被队友打到，它也会不见啊。你的什么机器？锤子的。所以你要装脉冲啊。Hello， 我以为只有龙才喂。Hello， 耐冲装一就是为了要挡队友啊。耐冲一就是挡队友的意思，怕队友打人。的。所以现在很多武器我都会装耐冲啊。你不装耐冲，你根本就去找死啊！我感受到了。哎、欸，那我觉得不用这样子啊，这样会跑出去。58了哦。你58的哦。哈，我说58分。我知道，我在看，我不是你。这样就好啦。好了，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每次换画面都好烦。
他们在什么电影房啊？白痴哦！现在看阿米狗那边的群组，然后最近晚上他们在看电影，然后现在有一个电影房，搞毛？啊，出问题了！哦，所以这样还是不行的，所以我们还是回原样，这样子。收了。好的，我们去开游戏了。开始游戏，确定执行。储存画面，离开游戏。哎呦！太大声了吧！结果就是初一那天被教主抓到。你是这次要抽没抽到吗？我好恐怖哦！那会不会氪下去又没抽到？那还是比较氪好了。哎，怎么在电影房啊？600多，什么东西改了公开？我看影院999哎。哎，请问我最近我的直播哦。请问今天在这里吗？对啊，哎没有，我们要下去了。我们要下去吗？8点了呢，都以为在看电影呢。下楼，八点了还在看电影，还在看电影啊？有人去露营房哦，有人走错路了，走错路了，有人走错路啊！我怎么是断线了？怎么断线了？你怎么了？599哎！我看你是592，你怎么了？我看这样，我看333哎。降楼网路稳，有断线。P to P， people to people， 可以再邀我一次吗？为什么是看不到里面的字啊？怎么看不到里面的字？这翻起来的卡片里面没有字。它是 auto 啊，你按 auto。可以放大啊。它是英文的。对啊，它是英文。这边有啊，有那个帮助。它等一下会有一人一张卡吧？不好意思，再一次，我密码打错了。你是不是你是打9487呀？打在 DC。直接复制。上面复制啊。Green 啊、我直播重直播一下，今天感觉大家好混乱。对，今天超混乱。没有，是大家都比较多话，大家都一直在讲话，然后都是掺杂在一起了。人多嘴杂，先让真正有问题的先讲一下话。嗯，好，闭嘴。然后大家都没讲话。看这游戏，没有，因为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问题都解决了，你知道吗？是因为问题有解决才出现我、就是。我就是问题啊。加油！你点你的名字，然后按 change color 换一个颜色。请问我的屏正常了吗？哦，你正常了，正常啊。哦，好了，看起来好多了。好，那我今天玩的桌游是我推荐的，然后它叫做。它叫做抵挡组织政变，然后我们先玩基本版的就好了。然后这个游戏是什么类型的话，是有点类似吹牛，就是 你有一些身份在，然后你可以按照卡片上的一些指示，可以做一些动作，然后别人也可以不相信你有这张卡片，然后去质疑你。不要动！你不要动！哪一张？这个，这两个角色帮助卡，我觉得每个人发一张，对，每个人进，好，就可以有一个发牌，就自己拿吧，自己拿。好，然后我在 DC 也有贴一张啦，好，然后我们先，目前右上角这一个审判官目前没有用，因为这是扩充的 ，OK， 而且它比较复杂一点。好，好，然后阵营的部分也先不玩，好，目前就是这五张卡。好，好，我们先从左下角看起。这张它叫做队长，它
他可以拿2块钱，然后钱可以做什么呢？钱你看一下卡片，主要的话就是刺杀，然后跟政变，花7块跟花3块。不好意思，可以去三，还是放大是哪颗键 ？Auto Auto 啊，好的，对着排按 Auto。好的，我问题问完了。好，然后就主要就是在场上只剩下你一个人，然后还有牌这样子，就是你这样才会获胜。嗯，好，然后。先讲一般行动好了。一般行动有没有看到，就是前面有3个杠杠，就是没有限定说谁才可以使用。嗯，一开始的收入就是从这边拿1块走出来，然后这是1块，这里灰色的一块，对 对，灰色的1块。然后一开始游戏刚开始之前呢，会有2块钱。好，然后1个人2块，对不对？你拿1块钱是最安全的，别人不能阻止你。嗯，那像第二个赞助拿2块钱。嗯，你可以拿2块、嗯，但是你会被这张公爵阻挡。就假如有人说我是公爵，我可以，我不让你拿外援，对他可以阻挡你。好，哎嘿，然后第三个是政变，就是花7块杀一个人。哼，好，嗯、对 对, 對、嗯，然后每个人会有2张牌，嗯，就是两个角色。嗯，好，然后刚刚我们讲到公爵嘛，他就是可以一回合拿3块钱的人。然后还可以阻止别人拿2块钱。好，嗯，好。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是刺客，他是花3块钱就可以刺杀一个人。嗯嗯，哦。但是他会被这一个，这个伯爵夫人阻挡。伯爵夫人他记得怎么怪怪的？还没有，他这个版本的图，对，他的卡图比较多啦。各式各样。你是不是想当伯爵夫人啊？各式各样啦，看你喜欢哪一个。还是你喜欢这一个？哎、这个很正哦！哎呦，这一个黑人啊，黑人右下最右边那个金发妹妹，哎呦，金发妹妹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不是这个老头，这不是哪种？他是公爵夫人。好，那这一个伯爵夫人呢，他就可以防止刺客的刺杀。嗯嗯，然后这边说一个额外的，就是假如好团团有现在有刺客。嗯，然后他要刺杀陨月的其中一张牌，啊，但是我有伯爵夫人，我可以阻挡团团说，我有伯爵夫人，不可以杀陨月。哼，哦，可以帮别人挡，可以帮别人挡刀。哦，对对对。然后这时候就是开始质疑说有没有伯爵夫人，假如对方就承认有伯爵夫人的话，那就是3块钱付出去，然后。嗯，没有任何事情发生。那假如我是假装有伯爵夫人的话呢，我会死一张，就那一张我刚刚推出去的牌会死一张。什么叫假装？因为正常假如先这样示范一下。好，就目前我2张牌。嗯，你牌翻开了。好，目前假如这样，我说我有伯爵夫人，我要把牌推出来。嗯，是这一张是伯爵夫人，那假如这一张不是的话，他就是这一张牌就是要翻起来，然后代表他死掉了。哦，对对对，可以骗人哦。他像假如说我说我是伯爵夫人，我拿出来嘛，对不对？嗯，我要阻挡你，那你是要相信还不相信？相信的话，你就只好把你自己钱拿出去就没事。你不相信，就等于翻他的牌。啊，确定如果翻到他真的是伯爵夫人的话，那就是你要出局一张，出局一张卡。哦，嗯，就等于你有2条命了。对对对，角色卡翻出来就是扣一条命的。嗯，但是如果他像他刚刚说他翻出了这张，如果不是伯爵夫人的话，他这张就会死掉。嗯，对对，等于是拿命在赌啦。哦，那还有一个例外就是，假如好，现在团团刺我，嗯，然后其中好一张是这个，然后我说这张是伯爵夫人，嗯嗯嗯，但是他不是嘛，嗯嗯，他就会成功的执行，就是因为被质疑死掉一张，然后另一张又被刺掉。所以你一回合你就死掉了。哦，嗯，就是刺客本身可以刺一个人嘛，那决定说要来挡了这个，如果也不是的话，等于说他刺杀那个成功了，而且还另外把你这个阻挡的人也杀掉了。嗯，嘿，就是这样。再讲一次，什么阻挡？怎么？再说一次。好，我不要拿这个，就拿这样。哼，好，就是假如团团要用刺客的技能，就是花3块，然后刺杀我的牌。对。然后我说我有伯爵夫人，嗯，那我可以阻挡刺杀，嗯，嘿，那
假如团团说不相信，我就要翻开这张牌，然后他不是伯爵夫人，所以刚刚团团执行的刺杀动作还是继续。哦，好，懂了。所以我另一张牌就被刺掉了。好，嗯、所以两张出来挡的这张也跟着死掉了。好，对对对对，因为你说谎，因为你说谎，你说谎。好，懂了。你坏坏。对，嗯。其实等一下接晚会比较，他就是吹牛，快速免掉。对，其实就是吹牛啦，对，就是吹牛。你要不要拿反过来帮助卡？没有，另一个是有，另一个是扩充了。哦，没有，因为我拿到扩充的。我们没有要扩充，我们是没有扩充是不要玩的玩的。对。然后第三个是大使，这张牌它叫大使，现在越来越多卡图了，不太一样。Okay. 啊，大使这张牌呢，就是目前讲好我这两张牌，它主要的功能呢，就是换牌交换。它可以从，假如我等一下再开一局，怎么把它用在一起啊？框起来，搅一搅啊。框起来按 G。哦，好。然后按 R 是洗牌。OK。好，就我说我有大使，我要交换。那交换是怎么交换呢？就是先抽两张起来。嗯。然后看这四张牌，你要拿几张？哦，挑二，四选二。嗯，对对对，什么都是。嘿，对。算呢？就四选二。然后他跟队长都有一个技能，就是假如因为队长他不是有个偷窃技能，嗯，偷别人两块，他们可以防止偷窃。嗯，然后就卡片上也有讲，就是反制这边，嗯哼，有防止偷窃。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伯爵夫人，刚刚也讲过了，嗯，就是这样、哦。目前的角色就这些。好，好。他队长是写船长是不是？船长，对，他对队长写船长 ，Captain。Yes。看图案了，看图案，看图案，看颜色。他旁边有那个他的图案看图看到错乱了。没事，没有，就是你看 logo 就对了，不要认人、认 logo 就好了。认 logo， 认 logo。认 logo。这样能理解吗？还是有哪里不懂的？目前通常玩一次就大概就懂了。对，嗯。好，那因为我们是八个人，所以牌库每个职业都会有四张。哦，这么多，可以算牌库哦，可以算牌库哦。好，没问题。嗯，好、okay. 欸，可以问个问题？没事了，没事了。你干嘛？你有问题赶快问啊！不要中嘛！你现在赶快问。等一下，请问这游戏怎么玩、啊？没事。你如果问的问题就揍扁你。太多了。你还有一个收集到多少钱可以做政变？你还没讲到。就七块，七块可以做政变。刚刚有讲到，刚刚有讲到。从上面讲到下面的。对对对。从上面讲到下面。收入赞助政变。嗯，你问题看起来很多，在他是写十块、欸，十块啊？你看到的是这边啊？这边、啊、没有，他是说十块，如果你有十元以上，你一定要对，十块以上一定要发动，一定要发动政变，你不可以囤太多钱、啊。什么是政变？这就是你可以直接让一个人的手牌死掉的一个角色死掉。哦，好，看一张卡牌，而且是无法反制的，无法反制。我有看到是写政变，可是我不好意思。哦，效果，对，玩了一局就知道了，好，直接玩了，嗯，我觉得田爱一定很乱，真的，哦，然后每个人执行的动作啊，所有人都可以质疑哦，好、啊，对，嗯、这边是不要的，可以质疑哦，那腾腾我一定要质疑你的，太棒了，嗯，我就说你会一直针对我啊，谁叫你之前都在装。哦，你们玩过了、哦。游戏来说的话，吹牛就是等于是你上一家讲什么，下一家要不要急？那我们这游戏是全部人都可以，全部的人都可以急。有人对对对，就全部人都可以急他。怎么发牌？小雨，一样按右键两张，发两张。有地有。好 ，OK， 好。你确定有洗牌吗？我先看一下。哇，我这个牌太棒了！有啊，有啊。然后还可以。钱的话，一人刚开始会有两块。哦，这自己拿两块。好，真的有洗牌吗？有啊，你是哪？有啦，我觉得我的牌看起来是有洗啦，我的牌看起来是有洗。等一下，你是运气比较好、欸，你是一对吗？你是不是两个夫人啊？哈基，你是两个夫人吗？两个夫人就是两个夫人，没错啊。哎呦，那我就由我先开始哦，然后顺时针，逆时针。顺时针，好，即刻开始。好，我先。那么我忘记拿两块，那你拿两块。干嘛、啊？你在吃了啊？我手这边，你怎么知道我在吃啊？
你的声音啊。哦。这是什么鬼、啊？牌牌是这一个吗？那个是气牌库吗？那是不要的，那是不要的气牌的。不要的气牌的，应该是要的是这个吧？这个吗？这边啊，他怎么写四张公爵？没有，他那个刚刚你们没发牌之前，上面写20张公爵，那个乱掉了，他自己乱掉了。23公爵，哦、了解。对，要有23公爵啊。好，那么我先咯。好，那么我要发动角色公爵的技能收税，我要拿三块。哇，哎呦，哇，你是好有钱哦、喔！你是公爵。哎、欸，对，好，我是公爵，我拿三换我了，是不是？是，换你了。我要发动我的船长的能力，我要偷一个人2块钱。这个偷杰克2块钱、这个，这个这么多钱，这个。好，你偷。好，谢谢阿里亚多。好，好，下一位。下一位，繁星。我在想我要怎么用。好，我要用公爵的技能拿3块钱。哎呦，好，哎呦，你们拿，看我啦，我是大石，我要换牌。哦呦，等一下是换这里吗？这个对，抽两张，对，然后你全部拉回去看。大家。第一轮都先让你们做事啦！你在干嘛？第一轮还不知道在干嘛呢。这一场有很多村民，有没有？真的超多村民。你说10个全部村民？对，8个村民。好，我去。知道洗，然后洗牌，下洗一下。不要发耶！按错了。好，下一位。朋友，按阿牛。那我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哦。我是公爵，我也要拿3块钱。啊，每个都公爵就保了，那么多公爵、啊，已经有3个公爵了，每个都公爵啊，三公爵，公爵啊，小雨你要公爵吗？大家是公爵啊，我也是公爵，我也是公爵。哇，哪那么多每个都公爵啊？哎、啊，现在可以质疑了吗？可以啊，没有，任何时间都可以质疑。我要质疑小雨。好，所以我要翻开是不是？对，你要翻开。哈哈，哎呀，是公爵没错，所以你要死。公爵，有一个一定不是公爵。那你要死一张，你就要死一张，二选一。然后不要放回去，你翻开来，大家都死了。翻开，放在桌上就好。哦，翻开要翻开是哦，这样子。哦，对，要拿人家算牌的。好，哎，八七哦。啊，我的这个呢？我就是这个，你就是洗回去，然后抽一张出来。抽一张。好，嗯。哎，八七哦，你们其中一个一定有一个是假的。前面有人说谎，对啊，前面有人说谎。因为我也是，哎，换我吗？我。对，换你。因为我也是公爵啊。你剩一条命让你拿啦！哦，哈基要抓，哈基要抓。